今天要来帮我的小乌龟们做一个身高跟体重的记录。它大概是三克重，非常非常的轻，2.5公分。它42克重，6.5公分，都这样。61，大概7公分啊。27，5.2。测一下它的体重。重40、41，这样是6.5，28克，5.5应该也有5.5，它100，刚好100，8.5我觉得还超过8.5。